钻石线上实在算幸福，各位可能会发觉，跟各位预告的这一些东西，以后会发生的东西，现在大家已经看得到了。这是我特地帮各位找寻一首，我觉得蛮符合现在大盘的一首诗了。大家也知道，老师对诗词非常非常爱好。来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相信这一首诗大家都有听过。那我稍微改编了一下。过年时节亮缩缩，台湾股民欲赚钱。借问磐石何时飙，钻石线上告诉您。好，这是本人稍微改编的。好，那我觉得在昨天的台北股市，不只是这一份的华山论剑，先跟各位说明一下，这一份的资料今天会持续的让各位来做索取。那大家可能可以看得到的是，东瀛又涨停了。各位，我是以送给资料给各位以后的涨停板了，好吗？南标又涨停了。我和大家隆重发财吧！5263的智威，我想不用我讲了。台北股市就以得一秒吧，花很简短的时间。今天有几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新闻来跟各位做分享的，让各位完全的来印证一下之前所跟各位预告的一切，如今有没有都实实在在的变成获利，展现在大家的面前？我相信，就算不用我展现，可能各位观看电视的，你现在都赚到翻掉了。磐石会，磐石会，天哪，太飙了！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大盘，涨到了8668，各位，你看起来像是要跌的感觉吗？不像吧。过年前，每一个人告诉你持股满档，等待上涨。我告诉你，请你开始放空，多空双龙爆。2月5号，新春开红盘第一天，暴跌198点，跌到8230，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。我告诉你，全力做多，前提是回补空单。如果今天我只告诉各位全力做多的话，那可能我觉得参考性没那么高。可能我在这边也告诉你全力做多，这边也告诉你全力做多，这边也告诉你全力做多，总有一天会对嘛？每次下跌我都一直跟告诉各位全力做多的话，总有一天会对嘛？但是我告诉各位，这边请你放空。跌到8230，请你回补空单，全力做多。我认为这是会比较负责任的一个说法。而当天请各位买进的股票，哪一档？最美丽的时光，各位，美食昨天来到120块钱，量能来到14907张。生技股当中就一点一秒创下了历史新高，大家都知道了吧？我拿这最近这几天的哈，在大盘上涨的时候，我觉得蛮有，对各位来讲蛮有帮助的一点是，我在这边请你全力做多，我不会涨到一半就告诉你要卖股票了啊，跌下来跌到这边要买，不是吧？或者是在这边告诉你，哇，全力放空啊，跌下来，这边又要买了。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并不是那么样的正确了。我告诉你，全力做多，每天上涨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说漂洋过海来自真心大跌买进？因为专业，我说这叫标标准准的右空盘，有没有一路往上嘎？我们的股票有没有一路往上冲？2月18，326点。2月19，昨天星期三，磐石会狂飙创新高，智威未来股王候选人狂喷，差一档喷到了涨停板，创下历史新高，完全命中之外，全国会员完全赚到337点了，空单被嘎到天上去了。来，我一档带一档的让各位来看。4944的兆远，
36.8，请你获利出清。各位，昨天的兆远涨停板哦，昨天来到37.95，啊，这个跟我们没关系了，不是我的股票，你要送给我，我也不要了。我告诉你，36.8要卖掉，就是卖掉了，可以吗？因为我说还有股票是非常非常棒的了。来 ，Face 的秘密，当初 P1、P2、P3、P4，我说 P1、P2、P3的新药都已经涨过了啦。你看台微体，你看智勤，之前不就是在涨 P1 到 P3 吗？而我说现在大家忽略的叫做 P4 的学名药，1795的美食。昨天美食创下了历史新高，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方，各位你应该做什么事情？14907张，你应该做什么事？我想你比我还要清楚吧。把成功不断不断的复制，会变成大成功，这也正是致富之道。我想行动是最好的说明了。股王的候选人。高毛利、高获利、高独占性，正是其中的关键。五峰不说了，最赚钱的公司，从微软到苹果，从软体到软硬通吃。我告诉各位，软硬通吃的公司会赚最多。而台湾的苹果在哪里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一档股票，拥有五大产品线，包含 iWrite， 包含 xWrite， 包含了 vWrite。Virtual Fact Odyssey 全球独家的投影技术 VRI Viva 跟童话故事当中的主角能够做互动，客制化的 design， 这个也讲过很多天了吧？从营收的收入到周边商品的 IP 授权，到现在公司要做的叫做营收的 diversion， 叫做营收的拆分啊。这一点是我认为很有爆发力的一点，再加上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先生，哦，陈德明先生啊，在去年11月来临的时候，他不就是参与这项公司产品的运行吗？我说这当中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啦。SWOT 的分析也做给各位看了 ，Strength, Weakness, Opportunity and Threat。5263智威，希望在跌停板的时候，希望在大家都不要的地方，我希望你来买进这样子的股票。我不仅这样讲，我带领全国会员，我也是这样做。你应该各位可能很少会看到，讲一档跌停的股票，然后告诉你赶快来买，赶快来加码。我想这样的情况在去年的五峰的身上，各位应该看过很多次了啦。来，用30秒时间，我们回顾一下。本来不讲的啦。当初我们的五峰在跌停板的时候，打都打不开，锁单量锁了3000多张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跟你闪闪躲躲？没有啊，我说我还有啊，一张都没卖啊，你赶快买啊。结果第二天，哦，老师你出货啦，五峰。这个就查拉够啦，锁单量越锁越多，怕拢怕袂开哦。我这边这个让你嗨死，我买100几张呢，结果从成交量只有900多张。我告诉你，79800能买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要让你跟澳门的首富称兄道弟，我要让你买到8076的五峰。你只记得三个姓何的，一个叫做澳门的赌王何鸿燊，一个叫做他的二儿子凯森控股的老板叫做何猷龙，第三个叫做台湾的何陈堂。事后加上加码单将近180个百分点，不赘述了。同样的状况，各位你有没有发觉，其实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，成功一而再一再而三的复制，它会变成大成功的。当这档股票新春开红盘第一天，我也告诉各位金玉满堂发财秘籍，从兆远，从美食。而当初很多投资朋友觉得很疑问的地方是，老师那你也看好智威啊，啊智威一直大跌啊，我买270、280的怎么办？都跌停板了呢。
我还是一样在节目上跟各位讲，息很大，会涨很凶。老师，真的还假的啊？都跌停板了，你还跟我说会涨很凶？哦，老师隔天又破底又大跌，对还不对啊？我跟各位讲什么？股王的三个条件一点都没变，变的是你那颗忐忑不安的心。营收暴冲了将近20倍的公司，我希望帮最好的公司伸张正义。我希望台湾的公司能够利用这样独步全球的技术走了出去。前提是我们去买进他的股票，我给他资金上面的益助。我希望他能够帮我全国所有的会员，甚至帮所有收看节目的各位，你都创造最棒、最棒的获利。这是我的愿望。纯善心做善事，好事会发生的。哦，老师又跌了呢，跌到262块了呢。各位，我跟你讲什么？我还在买。Flyover 台北高期，你绝对还记得。当天也不过小涨1%而已。情人节，给各位最温暖的获利，狂飙涨停，狂喷历史新天价。各位，昨天2月19号，5263未来股王的候选人智威，差一档拉到涨停板，来到349块，创下历史新高，狂飙87块钱，没有几天的时间呢。2月12，262，我告诉你，我加码了4次。2月19，349，买买买买，加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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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喷呐，喷呐，喷呐，一张啊！不要说87000了，80000就好，10张80万。你如果疯狂加码了4次，800万，多久的时间？9天。我觉得这是专业的力量，我觉得这是诚信的力量，因为我们真的懂一间公司，不然不会叫各位去加码了4次。不会在跌停板的时候跟五峰一样告诉各位这是您最好的机会。下半段节目我要跟各位讲的是盘石会，我要拿证据给你看。之前所跟各位报告的一切完全预告，完全命中。我还特地在昨天盘石会大涨之前，我告诉各位，开盘之前我告诉你，您一定要有，有没有？还有包含华山论剑当中的股票，广告过后来跟各位做分享，进入广告。民国55年，全台国小每班约52个学生，当时约20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。民国101年，全台国小平均一班约25人。预计民国111年，约4个年轻人需抚养一个老人。随着社会的变迁，少子女化与高龄化已影响年金制度发展。谈及下一代，请支持年金制度改革。他是苏富比拍卖的常客，在新店名人巷，以收藏家的眼光典藏最美的人生风景，极致工艺，钢石列柱，大气礼宾回车道，人生最有价值的收藏，玉上元，集美落成，2918-8811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？
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。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。森田药妆。爸爸。欧派亲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亲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。森田药妆。孟老夫子说过一句话，任重而道远啊。我认为为什么我的节目收到全国这么多投资好朋友的欢迎，现在的节目做到了全市场最多的节目，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在于我们真的够努力够用功，往往帮各位发掘到的讯息是领先整个市场的。我讲一个题外话，我每次要求我的研究团队去拜访公司的时候，有时候路途比较远的时候，或者是时间没有办法配合的时候，我都跟他们讲，晚上住宿的时候你们都去住五星级的，除了五星级的饭店你不要考虑，我给你住最好的，让你不用为热水瓶里面有没有热水去烦恼那些小问题。但是我要请你们做到的一点是，我请你挖掘出来的资料要是最正确的，这是我的要求。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了，有时候一家公司啊，最懂一家公司的是谁？老实说，咱要陶给嘛，陶给一定会跟你拍照，但是不一定会告诉你实话，这你同意吗？老师有道理。有时候最懂一家公司的是门口的守卫啊。为什么？今天进多少货，出多少货，人都会看的嘛。这是题外话了。讲完以后，守卫薪水突然变很贵，有没有？来，去年的时候，我领先全市场，告诉各位，全台湾最有钱的老板聚集在一个地方，叫做磐石会。磐石会当中有一个会长，会长的公司股票非常会涨，所以会长等于会起，只要成为磐石会的会长，股票非常非常的会涨，廖董。蔡董、陈董，这是我在12月17号，去年12月17号，各位你想想看啊，去年12月份有没有人告诉你磐石会？来，廖董的美绿当初涨了359个百分点，我说这是你看到的，金可涨了209个百分点，你也看到了，宜利电涨了222个百分点，你也看到了，而我说。他们当中的共通的一个特点，除了会长等于会长之外，他们的股价会在这个公司的老板当上会长之前的一年，股价开始大涨。于是我想到了，那我可不可以帮我全国的会员掌握这样子的资讯？所以我告诉大家，2015年的会长会是谁？会是哪一间公司？因为代表这间公司。会在2014年狂飙猛涨，我是以这样子的观念、这样子的逻辑、这样子的态度来呈现给各位的。我也直接告诉你，我知道是哪一档了，我也请你来猜谜了啦，一百
一个龙头叫什么？百龙，够好猜了吧？从200跌到20块，17块多的股票，我告诉你，我再买了。磐石会100条龙，2483百龙，短短6天的时间，29%干掉做肥料，6天29%，还请各位打电话来问。我说你不知道的，我都告诉你。情人节，不管你有没有情人，老师送一个给你，2483百龙。为什么我要在平盘的时候来做买进？我说去年6天带你赚了将近29%，今年呢？各位你看好，舒服。2月18，我直接讲了啦，我能帮的我都尽量帮了啦。送你五个字：一定要有。股价没有涨停的，没有涨停吧？哎 ，keep 一趴啦。你一定要有。35%，扎扎实实，全国所有会员买进加码，我都不算加码单哦。去年6天29%，今年1、2、3，喷，奇怪，怎么都那么刚好？各位看一下这2天的新闻，磐石会家族，这是刘珠松刘记者报道的，磐石会家族去年市值翻倍，蔡国洲现任会长3月15号要卸任，下任的会长陈锡昌，而新任的副会长，各位副会长就是明年的会长了，则由廖本林，看见2483百龙当起丢下郎，下郎。廖本林，再对比到去年12月17号，我们领先了全市场2个月，所以现在的获利35%，不算加码单，完全预告，完全命中。这是最新的了，好不好？跟去年的12月的这一张，各位可以对比一下嘛。资讯啊，会决定各位的获利啊，不就是这样吗？现在好像花了太久的时间讲磐石会了。当然，华山论股当中的股票，各位，工业电脑、黄金发达，2天2根很多吗？我不觉得哎。还有包含了 Google 成为全世界第二市值公司的股票，昨天拉回，我认为各位都还有机会，所以我今天的这一份华山论股会持续的赠送给各位。当大家看到了美食狂飙。当你看到了智威狂喷，当你看到了磐石会完全预告、完全命中，我认为这一份的华山论股对各位的帮助应该是蛮大的。钻石线上实在赚幸福，我是何神堂，我在华冠为各位投资赚大钱。明天同一时间再会，谢谢各位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杀了一个我，还要去亲吻万个我。杀了一个我，还要千千万万个我。你
发了一个我还有7000万万万个吗？啊！做好环境清洁，清除积水容器，才能免除登革热的威胁。啊！毁了我的家，就没有7000万万个我了。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。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预防溺水有十招，第一招，戏水地点要合法。第二招，不做危险的举动。第三招，湖泊溪流戏水需特别小心。第四招，不落单注意同伴位置。第五招，下水前先暖身。第六招，不可在水中嬉闹。第七招，身体不适不下水。第八招，不要长时间泡在水中。第九招，气候不佳不下水。第十招，加强游泳漂浮技巧。教育部关心您。僵尸帮怎么那么瞎啊？他们快要快到整个人都废了，还真的都变僵尸了。这年头还要靠毒品才能嗨啊，控制不了自己。训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起来吧。